万金石马拉松是台湾唯一经过国际田径总会认证的银标赛事。2020年赛事报名已经开跑了，登记时间为9月18号到10月23号。而今年的赛事特别变更的赛道路线以及报名组别将朝向金标签规范迈进。那这件跑衣呢，就是2020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首次公开亮相的跑衣，以创新的几何图形呈现，非常的特别。但是我先穿上万金石漂亮的跑衣，代言人李佳颖其实也是马拉松的爱好者。她分享参与国际赛事的练习经验，最想挑战迷你马。之前有在那个华盛顿参加过女子马拉松，然后那时候很认真的练习，因为我平常就有跑步的习惯，是。然后那时候为了那个比赛，就是有练习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然后陆陆续续就是参加了一些半马的比赛，所以最好的时间是2小时05分。对全马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想说可以参加10K，就是先体验一下，然后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跑全马的话，也希望把这个机会留在万金石马拉松。2020万金石马拉松变更了赛道路线以及报名组别，将朝金标签规范迈进，提供跑友更优质的参赛品质。一些上坡路段我们把它调整为比较平坦的路段，目的就是希望让这个赛事更具有挑战性，更具有打破纪录的可能性，希望吸引更多的国际马拉松的好手愿意来参加我们的赛事，让我们的赛事更加的精彩。所以把整个路线做了一些调整，那我们也把组别做了调整，以前的所谓的快乐马还有迷你马，7公里跟14公里我们改成了挑战马10公里，那路线也做了一些调整，希望让更多想要享受我们海边慢跑这样的一个风景的一个我们的很多的好朋友能够更有机会来参加。为了给跑友全新的感受，今年的主视觉希望有效率的让大家了解，用万金石简易的视觉概念呈现追求进化的速度感。我提炼了这三个地方很重要的设计元素，大家可以理解万它就是一个回形设计，是一个框框概念，那金就是象征一个金字塔三角的顶点，那石就像一颗石头，有力的石头，用这么简易的视觉概念，希望可以贡献给跑者，在视觉上面极简易的让自己像一个竞速，不管你是从三角形变成方形，或是方形变成圆形，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速度，然后继续进化。2020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报名登记时间从9月18日中午12点起到10月23日中午12点截止，10月24号下午3点将于官网公布抽签结果，相关讯息可以上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官方网站查询。记者方建凯新北采访报道。